上也空空的。现在要去超市，然后给他看看那个疫情期间的超市好了。虽然我没有要买什么东西，我就是出来走走看看有没有要买的。绿灯，但后面都没人。可以拖啊。不用拿。你要买吗？看一下后面。大家都是有戴口罩。意大利面，然后红虾，卷饼皮，还是他们自家的小配件。Crunchy 花生酱，嗯，这里没香蕉，超好吃。Nutella， 那我可以不要买果酱，我只好弄。打希腊优格，会。结账要排在这里，社交距离。买完东西，现在要回家了，满载而归。